通过水电站发电调洪和洪田开闸预线，为应对后续的暴雨、洪水，减轻我市市区防洪压力。 为方便旅客办理退改签业务，车站增开退改签售票窗口两处，帮助旅客尽快办理。同时，增派客运人员在售票厅、进站口进行宣传安抚。